风暴之后，友善土地的农民也越来越多，会种不会卖依然是许多小农面临到最大的问题。全台湾将近有70%的胡萝卜都是出产在台南将军乡。曾经从事肉品工作的刘廷宇，打造了一间充满家庭风味的餐厅，让原本不吃素的人也能够爱上吃素的好滋味。